这时我们镇上最漂亮的咖啡屋 Nuki 因为疫情的影响到现在还没开放堂食。今天呢，店里面培训如何制作咖啡，所以我带大家来看一看爱尔兰人是怎么做咖啡的。这个妈妈 Zoco 这个咖啡机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子，一万像我们应该说是现在最贵的一个咖啡机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磨好的咖啡豆压实加进咖啡机里，之后通过调整咖啡机在20到25秒内打出一杯咖啡，然后用蒸汽把新鲜牛奶加热到60到65摄氏度，最后把牛奶加进咖啡里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整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咖啡师，至少要打20000杯咖啡。如果不能很好的控制时间，会影响咖啡的味道。时间太短了，咖啡就不够香；如果时间太长了，就会很苦，没有什么味道。而咖啡能不能融合得很好，就要看牛奶的质量。6月29日重新开放堂食，欢迎你的到来哟。